今天在我背后有两边，一边是这个萧红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边是杨景的，杨景的亲戚也来了吗？今天特别谢谢外公外婆，然后我的学生，我的朋友兄弟，谢谢，欢迎哦。那我可以吗？我今天谢谢我的妈妈，然后今天怎么没看到爸？爸没来。 OK， 我姐姐，然后还有很多亲戚朋友，还有我一直很听我的歌迷朋友，谢谢。你知道我们评审坐在这，知道你们的拥护者在后面，我们背脊是一阵凉了，感觉上有点危险的样子。好，红人呢？我今天带来一首台语老歌，吴雅辉我自己改编的阿卡贝拉。哇！ 我觉得啦，今天这一组啊，我是觉得压轴两个充分表现音乐人的才气。可是今天你们这一个表演，我不是非常喜欢。可是我相信有别的评审会很喜欢。但因为我觉得你们做了非常厉害的改编。那萧红人，我觉得你今天做了一个很厉害的表演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们对五月花的感受是五月花，对，是五月天，没有。 没有人问你昨天晚上去哪里？五月花是个大，糟糕被抓到了。康乃馨最近都在北京哦。是五月花哈，可不可以那个红人，可不可以留一点面子给我？我再讲一次。好，昨天我没有去五月花啦，但我觉得你这个五月花那个后面的歌是你即兴的，还是你本来的歌曲的创作？我给他一个创作，但对我来讲也是太多设计。 我觉得我只有一句话，就是有时候 too much 会失真。 OK， 我想了很久哈，因为我是这么觉得，我是跟那个
黄国仁老师有一点点的想法上的不一样，是因为我觉得我玩音乐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，我们要把握每一个舞每一次的机会。萧煌仁我感觉他是一个卖西装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套一套的，哦，他今天直接又变了另外一个套路，很惊艳，哦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，碰一个什么样的对手，我觉得可能会在这个舞台上是最难取舍，所以我们才那么犹豫。萧煌仁，我觉得你的音乐才华让我很欣赏，对你每一次表演我都有一些期待。我必须要说，对我来说，杨锦是从比赛到现在，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进步。他今天对我来说了哈，免得冒犯各位那个专业，我是觉得说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他今天唱得非常好了。他其实他真的进步很多了。然后，这个偏偏碰到煌仁今天状态又特别好。他今天不管是假音的部分，然后转音的部分，都是打到我，就是都是我最喜欢的那一挂。所以我真的也是蛮痛苦的。我很想鼓励杨锦。好，我们来评分，让300万观众听听他们怎么说。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第二现场，最后一组了，真的很难。来，前面这位阿姨，哦，这个刚刚有一首老歌，但是也有一首流行歌，您怎么看这两个人的演出呢？我是觉得说哈，这个就是说老歌的演唱哈，从前我们都是比较刻板式的，所以现在的这种表现的方式哈，就年轻人表现音乐的方式。都跟以往不太一样，所以但是我们听了他们这种的唱法，让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啦。啊，硬要选创新，你会选谁？硬要选一个，要选人的话哈，我是觉得说，我看一看哈，老歌当时大家都知道嘛，但是唱法不一样嘛哈。以功力来，功力的话哈，难选功力的话，我是觉得那个杨锦好像是功力，我是觉得杨锦的功力好像比较厉害。你刚称赞煌仁称赞半天，最后选的是杨锦。不是这样子哦，是不是，因为老师都很难评审嘛，你也很难，对不对？很难。那我们看看分数算出来是多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交给魏老师。是不是很难评啊？对不对？大家都这么感觉，不管年轻的年老的都一样，但是终究我们会要有个分数。这边我要说一下，萧煌仁已经是第九次了，他累积的奖金是79100，如果累积到90000元，他马上就要出片。今天是几分呢？谢谢大家。9200，恭喜萧煌仁。谢谢大家。卫冕成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卫冕成功了，再跟到台上来。今天直接晋级或者是卫冕成功甚至是挑战成功的选手七强诞生啦。今天这个台上都是很会唱歌的，但是我们要特别说一下，萧煌仁的积分已经到了88300，下个礼拜他一定要赢对手，只要90000就可以在本节目当中毕业出单曲了，恭喜耶。恭喜本周 MVP 萧煌仁可以得到肯丁凯撒大饭店提供的巴厘岛风格的 Villa 100000元住宿券。来，我们欢迎副总经理白积芬小姐，谢谢白副总。好，谢谢白副总，今天这个啊，来颁奖。等比赛结束以后，可以好好的去玩一下。谢谢您，谢谢白副总，谢谢肯丁凯撒大饭店，那也要非常的谢。